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哎，你车他哎哎哎，车来着，这是帮凶啊。这个唐山大学能的，他妈的第一学是一伙的，一身上第十二个人，能几个的，他车辆，他车嫂。嗯。这是唐山的小黑社会势力。唐山人坏了，人家徐伯年房子有叫干社会的，我说好吧，人家几个房子无所谓啊。对呀，唐山市委书记王社长都倒霉了。哎，我跟你说，啥事呢？唐山的公安派出所所长，连公安的社长咋我都没说我，这调过给我治，我还能治下来？咋有实名制？咋捆头？就够了，实名制就够了。可能我太犯规了。你打了这人吗？可能可能。打了你看在路空头也路空头空头了嗯空头都空头那吃过了吃过了公安局局长那小不是啊吃不了那一见面一个人这问题还能解决不大成熟啊嗯我想问了给我走了东阳的都是精通的今天查过网面，网面别周身了，我操的！你妈呀！你看他妈那女的，我操的！一包小车啊，什么车就地下，我操，老老头啪嚓啪嚓那拍吧，我操！一包也不是有人命吗？操！现在打得好些，那是就是垃圾。你弄他两下子给他散了是吧？这都是些垃圾。哎，这个的，国家纯粹的黑社会啊！国家就应该像清除垃圾一样，清除他们。娘了，这个掐客，王说，八六个清除。八点上头是啊，上头啊，那问题是。你上了啥？八六，那就没保护啥，还能啥呢？说叫上娘了，你。那老伙计，说相思的，说相思啊，不行，他妈最后怎么说相思的？就得上这片，这人家多啊！这姓韩的，你看他没说。这个亲戚在套，有点乱了，不是乱，他多，多有点乱了嘛。我说后说你多啊，是小，是你多啊，还是？三六元不到，三六元不能啊。他不黑这个大戏院保护费，不如人真没的，你有钱就是。我黑社会是顶的，黑社会是顶的。来这里，黑社会干点钱，你只要选了喝酒就挺好。他们出去有钱吗？你看看我操的，妈被夸着夸着进来三个。你不能，你装我操的，还举报了还不管你我操。就罗西生气了，啊，防止社会，防止我讲的防止社会了，你操，管掉谁不？罗西咋想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我都弄了个导航进来，你这几个王八蛋，你兴风破浪啊，靠！干掉！副厂长，直接的副厂长。啊，操！这小子，还得抹腿吗？那是。完了，这个视频又翻不了了。这还得抹腿吗？很多面干话题了。这不是你，你说又是西，你说这人名都是违建。西安听说我们那个人很得心，是啊。还得加酒啊！麦哥，你说太火火了，抹腿。一块五一斤，我天！地瓜干了就，啊，地瓜干了就，地瓜问题就是一杯五一斤你也买不着啊！啊，买着了，买着了。那东厂已经出地瓜干了就，我那四少爷嚷嚷地瓜干了就，张院长来了，不是地瓜干了，全地瓜干了就，厂子，东厂子现在还是干人，现在还有吗？啥串是吧？就，嗯，有个。别让他穿着丢嘎子，嘿，不也是吗？我上去打两回，我在那当街又穿两回，他们这车坐的又快。老俺不来啊！家里还有电呢，哼，得想电呢，还得没有电。嗯，这个电的还不清。有电吗？这个有电。得八公里。头脑想想做不行吗？想想做，你现在有没有突破口呢？打算就行了，
马上回家，我得打了。啊，真是大胖媳妇。嗯，大胖。那小样不幸福。两个跑，他天天压我在下，我操！我说跑着点。就这个罗中斌啥货，原来什么都是。你还叫太直，你太直白了。你不直白。你带不带呗？你带上去，你站也得亏，难受。你从小要做啥？从小。他理你是不理你吧？人公家呢？那公家活得像啊！我的天！人家下下没上班了，没留脚。你要做太直白了，人家下没留脚呢。不单位。不脑啊！麻雀不行，麻雀我就是后手。啊，正还是下手嘛？我那人家刚好在空中拿上，你说。麻雀是不行。我人家一下麻雀。麻雀是双军一带。不行，人家要灭口啊！你还让那光掉能量呢？灭口啊！人家一下麦，你他妈别裤衩光了。咋灭人家跳起来不能灭去吗？灭去人家不能自动吗？哦，你还小小男啥有？狂人灭，人家嘞。你灭去人多少一步？你这还能？这个多呢。至少多人有根，有还多人有根没根，我就退一步。啊，这你不要啊！你就来这没去啊？啊，那不多还一步吗？有嘛你？没病呢？你在哪就来凑的来？多他一步咋多？那弄个胸下去，他没去啊？没去直接掉吃掉冬冬兵，吃冬兵还掉看？没去，那去咋吃冬兵？人上跳雷上去没得去。吃中兵，吃中兵，人没有官兵了，人没有工了。那哪个局在他做好，在到这部门，这不工作兵吗？咱有个啥招啊？还能没有没得有便宜是吗？对，想赚也行。咋不咋咋？人这去他上马不进，这上马，太虚浮。非得是好吃这不工兵。哎，该打奖吗？打奖吃了吗？抓块香啊，就是。现在国家得吃啥？你国家得吃啥？现在大江吃了吗？吃了个。嗯嗯。有了电了的吃。电了活来了。一飞翔一大江。不是，飞翔不行。飞飞翔不行。回来抓饼，回来。抓饼正好下老公。抓饼打上。不是，回来抓饼。哎，抓饼给他挨上中炮。嗯嗯，哈哈哈！哎呀，你这走路干啥的？我操！这个嘞，这个还不是这个做梦嘞？你打路打上去了？打了几个电话是吧？做梦了，彻底。那你这了几个单子还快上来了？你这吃个逼！你快吃病哦，还不赶紧做？哈哈哈！哈哈！你就长成他娘了，干！姐妹，姐妹，干来！姐妹，干来是超量了，姐妹。别想不能，你长成他娘了，没喝酒，没喝酒啊！那就和打雷子似的嘛，说一斤能给吃两把。我吃两把都到不了你那样，我操！哦，吃了他羊毛，哎，大金锁。打上给他打上，吃不行啊！打上，吃定命啊！你不吃的话，考虑啊！也吃定命啊！吃也行，没关系。嗯，好，谢谢。吃好，对，这就吃，这就吃好。这就吃不行啊！后头带着香是吧？这就吃，主要是你一个俺负责带他妈。嗯，我吃满大香。口满。到底叫啥了？香。你吃的都要做上安东尼老猫，你们哪熟的？其实我想的得像陈忠明，哎呀，刘大爷这亲，哪有年轻？不得不亲。咋？哪有年轻？你这样的猫，谁的呀？你看咋的呀？正个爹还是哪个爹啊？腿脚的。平溜的。我叫他平溜的，他没好地方。平溜的，快点平溜的。不行哦，确定不行哦。平溜的，平溜的，快点。嗯嗯。彻底不行，这厉害了，快点！哎，大哥，那你彻底不？哎，然后呢，打一枪，他出奖。出奖，我抽出炮了，是吧？打一枪抽到这了。
抽一滴也行，抽一滴也行。啊，抽多少？抽一滴也行，抽一滴吃他跑了，快点。吃牛肉泡饭是吧？哎，找着。赢了，赢了，快点。没变化了，直接抽回去吧。我想抽这呢了，看不看？昨天算盘吃进足了，已经掉了呢。啊？哎，对了，我跟你说，算盘吃进足。哎呦，就少了。我你还你还就也得到吧？也就少了。我这啊，吃的名不要就少了。那算了，那就管他不管。那到了嘛，就吃个，他这顶上的呀？顶啥顶？他做啥病呢？哦，他现在我早点病嘛的，我那彻底不厉害。这是真好啊！是的，他要是这样涮你的时候，你不管，先把这个毛吃了。他如果砸了你了，不管，都一样，一样样子啊。一样。那丢着人了不就爽吗？那都有点过去吧，就丢两箱砸点病。等我讲一下，叫他脚不安慰了，再考虑吃不这个问题啊！去，那是干的吧，走吧，你来胡闹叫，嗯，就别胡说了。他俩人不就吃泡吗？那俩人，你还就还吃了猫。我说他以后，啊，就以前了，就以后。现在他必须得抽一千多来斤。他就走跑啊，他就去练嘛，练就跑了，你听着，练就胡闹叫。两脚，不让你打出来，不能打，打了他在脑上嘞。那不就叫不脑上？打了你脑上嘞。讲点方便行不？把老杨先打上去。嗯，现在我看也打个兵呢，我看。也也讲也吹双曲嘛，你就非常想再说吧。非常想说嘛不行。我说协中央吹双曲在那。协中央。对他协一将。协一将出将。哦，外将他有他有个手腕将。挑麦一将。我娘看着。哦，他要挑麦将。啊，这切都不好，你看这杨继祥来吧，那一个抖一将。哎，可对俺小嘛是。这杨继祥来，那啥都切木了。红绳，还有那切杨继祥的，不是打了行？你是不信？打了，你要弄上来还得倒嘞。杨继祥那啥切木了？咱们说的是杨大哥。哎，你要烧上来，还得他啥切木了？他光等着升职了，也都升不上，也都升不上，因为人家卖了。啊，赶紧挣钱了。啊，也不行了。你现在有一百，都倒不出来，我讲。现在一光光把他监控了，真的是拆回去再一再一上摔死了。没了，这别留下来。你还得不摸？哎呦，有啥？你这看起来吗？有，你找着，你得找着活的。吃大酱，吃吧。行了，俺一大酱。还有啥？先没去。没去，走吧。没去，到家。到家，他一个上这边讲要讲。讲你们电话。讲两门。我在下回上马。到一讲，你得上两电话。你讲句啊。到一讲提一讲。回来上马。讲好两句，马讲两句，马变兵叫。直接敲了。再提一讲。我就直接吃毛不行吗？再提一讲。他说你那电门。无所谓啊，你早就电门，早就电门。我直接回来烧不行。将军，再将军，无所谓啊，你将军，将军军有啥用？当边兵，我这上马吧。当边兵跳要跳上来。你将军他我来帮着薛将军当边兵，跳下来不加剧吗？啊，提将吧，提将，我就提将看吧。那将军顶住将。我牛，他是双将的，娘你愿意？张云燕跳上吧，跳上我直接去。跳不上了啊？你能变上脚？跳不上，我去。不，他要跳脚，马直接拽来了，直接吃不饱。别，咱不要，咱算了。喂，哎，多少去了？啊！我咱俩吃饭是不是？需要上了啊！要咱俩吃不够吗？我跟里面的好的了，外面的好的，那不是咱俩吃饭？啊！我吃的好的，我还要吃的好的啊！我要叫上一车就上。谁呀？咱俩吃吧，他俩关系呀。当边兵是就是可以当边兵，可以当边兵。我估计他非当炮不行。俺当炮，俺跳江不行。跳江人家卖掉了。掉了。这跳江人在俺中国有一家，行不？香槟。啊，香槟，香槟再说香槟。那香槟，不行，那他不干，不得干。人家一说呀，也玩不了。
还不敢跳江，他不敢跳江，不敢跳江。吃了吧，来，大家都说要，知道吧？咱危险的，咱捉不是，咱捉你要捉你，你要捉攻击力不行啊。那个有点轻亏的了，就跑出来。我轻亏，你也轻亏也接了。什么危险？你那找我电话，我不来。那我找我电话顶下来了。这边看着，这两个就守着两个门道。飞兵啊，不会下上去啊？哈，你得拉裤了。嗯，他这裤。哎，我跟你说，陆师傅，好酒拼车，快点！好酒拼车，好酒拼车，咱去就赶走了，是吧？继续倒浆，继续倒浆，快点！继续倒浆，继续叫啥？好酒拼车，他想叫俺双脚穿，一摔跤。俺不吃海底海底。好酒拼车，对呀，俺去弄上那双脚穿了。不吃那边。双脚穿了。倒浆，啥倒浆？倒浆还是？水果区的不地方。直接拼车。怎么见浆了？哦，得下豆浆，别叫尖椒。尖椒不吃那边啊？哎呀，破了，尖椒不吃。那边椒不吃。那这会儿吃泡椒了，吃。哎，擦地啊！哎，擦地啊！那擦的。我走这来算了。哎，走这。我不吃那边的。危险了。咱比这还好点。长些，长着这看着。无所谓。无所谓啊，还叫不你下上浆，不然家人上不了浆。你下上浆的，俺娘们牺牲了。下上还有个下高铁啊，下腿就转好啊，直接烧饼就行。他进不去，进去俺从后巷他就走过去。还有个去啥腿儿？老乡上面挖的还，哎呀，可了不得了。收了，是吧？现在不要撒上来，加上。